我是赵少康，这次国民党台南市中西区北区市议员提名初选，我推荐资深媒体人姚正玉。姚正玉专业记者出身，有强烈正义感，是监督民进党执政的强力悍将。台南市议会需要这样的人才，守护正义，台南正玉。台南市北区中西区市议员初选，5月9号到11号晚上，电话民调，请支持姚正玉。